请问是强迫中奖吗？薇安，今天不是 VOD 的，是的，今天不会再放 VOD 了，听安安啊。没有，六海克斯电到轮子吗？应该比较还好。六海克斯电到轮子吗？感觉是靠轮子吗比较为重要。当然，你还是有的话，还是用一下吧。蛮王的话会再上到七升化还是五升化都挑战很好，看你的食量啊，放食量高的，食量高的就放就对了，不用想那么多。6C93知道做什么？6C93打不出来，但我猜应该是没换输入法，拿假吧。其实拿铲子也蛮好的，可是铲子对面那个在卡、啊。我是想拿铲子直接拿生化转的，那他要就给他吧，拿不到。我刚刚在看聊天室啊，所以我刚刚第一时间没有看到那个铲子可以拿。好像那其实我本来是拿到的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先活走猪妹吧，打工也很强。我们这样保连胜也不错啊，起码今天大家不用再看到。重复的 VOD 了，每把都是毒女，先大家不用看这个。六海很多垃圾耶，所以就是需要那个海克斯啊。反正六海轮子嘛，然后电刀应该蛮强的。五个人都在赌毒，那没办法，毒现在太强了，很多人赌正常的，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不赌啊。现在每个人只要吸过一次那个毒，就全部上瘾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只要玩过一次那个毒女，每个都在赌，没有人在不赌的。不是，你只要吸过一次你就知道了。毒女是真的离谱啊！那选下去，你玩过一场，你就不会再想玩别的阵容了。真的是没有解药啊！绿沙是因为他技能有减伤啊。主播，请问八条生化神打出七亿能呢？因为七亿能那么牛逼啊！不过七亿能真的也是天虎才玩得到的，没有办法每天玩到。七亿能有比较烂的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人造人那个可能没那么强，但是其实人造人那个天狐其实玩起来很恶心。天狐的异能人造人那个，如果前期就拿，干他超恶心的，因为你那个东西给别人，他是直接会吃到那个 buff 的。其实我觉得这版本已经蛮明确的了。版本现在就是，哎呦。感觉刚刚好像不该合那个的，应该等着合一个黑书的，然后等一下大家都懂的。这本其实蛮明确，就是前期你看你有什么装备，然后去走路线，然后再看后面转什么阵容，
如果有神装就转，没神装，你前期如果有血，你没神装前期就要有血，不然就裂开。这关其实已经蛮明确的了，讲实话，就是看谁前面打工打得好嘛，然后打得好之后就看你装备有没有神装。如果你有神装，那当然是最好，你基本上保一二又有血的话，如果你没有神装，然后你有，如果你没有血但是你有神装的话，你可能就要考虑毒女或刀妹，对吧？走一条，都没有就等死。有还能玩一下，没有就等死了。蛮王还是猛啊，直接蛮子开切。主播，你背叛斗法教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今天要需要帮，我现在需要回复世界的和平啊，我不能再让斗法这种罪恶已经太过离谱了，创立了斗法教。但是我发现他的罪恶现在已经太过严重了，我必须制止这种罪恶。所以我今天必须很遗憾的要来玩别的阵容，因为我必须让这份罪恶在这里停止啊。先来看主播，等下看笨车，笨车是什么？笨蛋车验召唤兽吗？刀妹感觉没什么料，还好吧，刀妹其实也是有料的。只是毒女太有料了而已。专门 T 0就是毒女，毒女完之后才是什么核心奥妹轮子打手轮子吗？然后还有就是毒狗老鼠，再来才是什么生化蛮王或者有的没有的啊。异能也有啦，可是异能因为不是每场玩得到，所以异能我就没有排。异能就是要就是比较随机，就是看你的质量跟那个有没有可玩。美服真的是一块净土欸，都在玩海克斯，没有人在玩毒女。拿这个了吧，要赌蛮王的。要赌蛮王的人没得选了吧，再拿这个。感谢一下剑鱼哦，剑鱼要入赖群，不好意思哦，你私讯我的粉专好不好？感谢你哦，你要入赖群直接私讯我的粉专啊，我直接拉你就好了。早说嘛，没有必要再多抖一次的。感谢你500颗星星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那你再私讯我的粉专好吗？然后你记得留下你赖 ID， 然后我再拉你。感恩感恩。你要入赖群直接跟我说就好了，不用抖内说，谢谢你。感谢你500颗星星哦。对啊，毒女如果砍一星的话，就会很多人很少，就会少很多人玩的，因为你一旦削弱毒女一星的伤害，它就会变得没那么恶心了。现在最恶心的点就是在于它一星就可以锁血，那个很白痴，一星就可以锁血的毒女真的太智障了。完蛋，这把的蛮王感觉要吃了，你们看，我感觉这把蛮山都要砍爆这个世界了，这把的蛮子应该是要清场了。噔噔噔，有功拿功哦！判子也可以啦，可以让我七神化。当然，这把七等要赌的，那拿铲子吧。铲子这边是最好的，大剑也可以，就是，但我会拿铲子啊，可以铲子。先这样吧，我现在拉我们的剑鱼进来群。
店员，你看一下啊，我应该有拉你进赖群的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？完蛋，不要输吧！围起来，蛮王砍起来，干赢不了，又好像赢得了，可以吗？三块之力，扎克，蛮王倒了，看扎克了，哇，应该没了。Q， 裂开，还有谁是三块的、啊？杜西恩会用得到吗？好像不会。不过三大王可以拿一下。连胜没了，有点难受。舞女出死猫搞头吗？可以啊。这套跟斗法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这套是赌蛮王跟扎克的，只是可能我会放毒女而已。如果我放毒女，不是我玩毒女啊，好吧？这只是因为刚好这把玩神话，看起来有点想要玩毒女而已，其实不是。你们不能误会我啊！我都拿这个东西了，我不可能是玩毒女的吧？然后我这边失误了，这个要放第二排的，一直忘了，忘了我搏命前锋了。大虫子哦，可是这把大虫子要占两人口哎，感觉很不划算。艾克好像可以考虑一下，不然就七生化。挑战有三块吗？只有蛮王。应该可以直接合啦，因为我等一下如果要的话，应该还是放那个。看来看去应该是三娜比较适合吧。生化转，然后。哎，我少一个生化吗？哦，我少一个毒女啊，毒女来就完美了。我不知道粤语毒等于飞的意思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按照标题剪进来就还不生化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这套跟毒女是完全不一样的、欸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分出这套跟毒女的差别的话，那你一定没有在玩毒女。但这套跟毒女明显不一样吧？我还是蛮王哎、欸，我一样毒女都没有，你跟我说是一样的，这很明显不同吧，兄弟们，不能这样抹黑。这很明显不一样吧？怎么会一样呢？不是啊，我标题不是不玩神话、啊，是不玩毒女啊！我他妈一张毒女都没有，也能被抹黑？我在玩毒女吗？不能吧，这样不对吧？我连一张毒女都没有哎、欸。我玩迷是一个蛮子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毒女太过泛滥，就把我们当作同一个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不行的。康明，听你说这来张毒女就完美了，没有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警官不能这样办案哦，听错了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你们不能够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拿了一包白白的东西，你们就说我拿白粉了。那可能只是面粉，好不好？那不是白粉，那可能只是面粉。你们不能这样子，你们要确定那个是白粉，才能够把我抓走，好吧？我现在拿的名就是一个面粉。猫猫身上有个毒女还是不错吧？那不是肯定的吗？
那不是肯定的吗？让卢女打工啊，卢女只是打工的、哦。约这有三块钱的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办法啊，这把蛮王开场拿两条，不可能不拿啊！你开场直接掉对子蛮王，我肯定拿的、啊。就说拿三项之力了，三项之力我在玩，三项之力我在玩那个东西，肯定玩不动的，所以只能这样玩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、啊，都是环境所逼啊。没有海克斯进来啊？你们看到海克斯了吗？我没看到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怪我吧？不是我的问题啊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你们怎么能说是我硬搞的呢？对不对？研究氪星是什么了吗？有人说电刀海克斯轮子吗？康特毒女啊，但我还没有测试，我想测试看看，只是还没有机会。这不一来就给你们玩了这个吗？嗯，没有几个可以用的。好，再放两条蛮子啊，实在一点。对啊，玩生化需要毒女，玩毒女不需要生化。我们其实玩的不是毒女啊，真的，我们玩的只是生化而已。妈的，现在毒女谁会放生化、啊？毒女现在只会放三生化，那根本不是生化、啊，她已经背叛了生化。我们现在要手刃毒女哦。他已经废化了生化科技了，这种东西不能存在这个世界上。而且其实讲实话，蚂蚱他也算是玩毒。认真要讲的话，蚂蚱他也算是玩毒啊。你们会想拿哪一个啊？我觉得这都好鬼哦。我想拿水银诶，拿水银应该超强的吧？这个我就觉得没必要了，因为我本来就回血了，拿水银吧。这是一个开场三秒没有把对面杀光，我就会死光的概个故事，是不是？打工一下，打工一下。电刀给轮子吗？因为轮子吗好像弹射四下可以直接触发电刀。电刀对啊，电刀轮子妈的跟那个被动完美配合，所以电刀鬼锁超强的。这把没有玩毒女、欸，太乖了吧？但这把好多海克斯哦、喔，所以这把我们用海克斯是正确的啊。妈，狗票海克斯在那边要卡我怎么玩啊？我们现在是会轮替哦、喔，对不对？像海克斯这么多，那代表海克斯阵营有点太过那个了，我们需要平衡一下黑白两道，我们要平衡一下那个这个交替哦、喔。不能够让某一边特别强势哦，平衡一下、哦。短毛王应该是鬼见愁了，因为我有那个三项之力，又有这个全员女妖、全员水银，毛王应该是鬼见愁了，我感觉。等下再来把嗜血吧，估计可以从头砍到尾。我这边等下直接滴出三星来哦。背景音乐好轻飘飘的感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快成仙了是不是？你们会出双泰坦还是出鬼锁、啊？这局好像可以出鬼锁吧？泰坦可以出科技箱给盲，可以给毒女。嘿，没有，怎么给毒女？不可以，不可以给那个人。风三小，你们会出鬼锁还是出再一个泰坦啊？盲到底会被砍到人啊？你觉得？不扣了，等一下升级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九生化，哦，没有九生化的可能。他因为已经有女妖了，所以他其实是有机会一直砍人的。
风太坦会不会没什么用？直接出个鬼手会好一点，反正他会活到最后，是吗？还是要出巨杀？可是吧，没什么那个，至少没有什么那个，至少没有什么。你动物杰啊，他这种什么七人六海克斯的巨杀应该是不考虑了的这一局。目前上看下来，应该是双泰坦会最强啊，因为我感觉他的鬼锁好像没啥必要。那科技枪最后还是只能交给这个邪恶的人，然后深九吧，放希尔科，对，就是放希尔科，然后再加上法力这边有屁用，放杰西吧。哎，还被吹起来的，我傻小。哎呦，这下是异能者哎，还是七异能？他居然有这个洞察先机，也吹太久了吧？应该是不会，没注意到这个有这个。他有洞察先机，所以他可以对我挥，我刚没注意到。他吹了一手，巨杀不是更好吗？而其实。巨杀你这把没有那么多人破1800血啊，你看他们这家，完全只有这个吃得到，这家的话就有用了，就是刚刚那家就有用，刚刚打过这家就有用，这家他是七能，打这家的话就可以放那个，他有洞察先机我没注意到啊，被他吹到了，其他几家是还好，等下最后再换一下吧。不过这样蛮王没吸血还是有点可惜，可是搞不好等一下我有生化转，我可以九生化，有生化就不用考虑吸血的问题了，他自己会回满血啊。搞不好这还出个生化转有没有？看来我是想多了。不过我蓝 buff 欸，我没有得选了、啊，他们好像只会剩蓝 buff 给我。蛮王这嗜血者有点可惜，也拿不到嗜血者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出这个装备跟我也没太大关系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为什么又变成这样子啊？好奇怪。奇怪，怎么变成这样子呢？我魔教中人没办法那么好摆脱的是吗？怎么变这样子了？好奇怪哦。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突然又长这样子？奇怪勒。那真奇怪。哎呦，这猫的旋风斩是挺管的。其实好像可以出，算了，鬼术没什么，没有很有用啊。他从开始到结束也就砍那么几刀而已。这家七能要重点观察了，只要看有可能打七能，我就要盯他了，因为他有洞察先机，他会知道他要打谁啊。哦，我的虚位上又有这个七能哦，重点观察这一家，这家看到他看他要对谁，他现在很努力在。假装没有在看人，我看他肯定是要催我，他肯定是要催我。我跟你说，他100%要催我，你信不信？你就说吧，这个小麻蛋，我已经看出来他要催我了。我不该是换回来的，我想说他应该可能有看着我。我就知道是这个小王八蛋想吹我，操！他这个光的海克斯超级恶心的，好像没用。裂开，我不该换回来的。他手速没那么快，我以为他会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会看着，然后有可能就是再换回来。想多了，有个刺转，
还是赤转毒女，还是赤转狼人？啊，赤转毒女还是赤转狼人啊？感觉赤转毒女会去送北、欸，好像不能赤转毒女，赤转毒女好像不太对，应该是赤转蛮王啊，看会不会拆装。拆装的话，赤转蛮王应该超强的，直接跳进去砍一刀，对方头直接破掉。有拆哪个拆装怎么样？拆装，拆装备。你们要赤转毒女还是赤转老赤转狼人？赤转毒女、赤转狼人，选选一个啊，兄弟们！不用谢我了，我魔教中人。直接后排开堵，然后堵不到轮子吗？我吐了！他妈，他直接后排开堵，然后堵不到轮子吗？在看了三笑。哦，这个恶心鬼死了！完了，三小路线被自爆杀了。这个恶心鬼下一轮一定打我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下一轮不是打他哎、欸，他还双西风也太恶心了吧！我根本不打他，然后一直看着他，他想到这个人是在干是不是？你就不是打他的，一直看他怎样。好大只哦！剁剁剁剁剁！哦，好剁好剁好剁！满山刀剁起来！该倒了，兄弟！我靠！那你都没死。你也是有够底的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等一下放一个他绝对想不到的摆位啊！我直接拿下来、啊，他妈的，你们慢慢看。嗯，我就不信这还吹得到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放在哪里了。躲起来，躲躲躲，转，躲躲躲躲躲躲，转。哎、欸，他有点强哎、欸，我打不太过他哎、欸。我用执法者了，不然打不过。这人有点东西，升级了下一关。他要拿啥、啊？我看一下。他要凯莎，那不能给他。他想凯莎二，他凯莎二我会很难打。他想说干他妈这三小，为什么抢他凯莎？不能拿凯莎二，他凯莎二我不好玩。可以考虑这里放执法，或者是放那个四挑战都可以。他、啊、这个地方这个比较强啊，完蛋，居然没有动那一格、欸、我以为他会动，跌了。我感觉要放四只是吧，我就会赢他，不然他有点那个，有点难杀。AI 是二，
不是四指法，一直讲错，应该说放四挑战会比较好赢他。因为他伤害他血太多了，我感觉如果不放四挑战，我砍不太死他。但是好像没差了，赢了，应该是赢了吧 ？OK， 哇，差点被他秀死、欸！哎，这个动毒先机有点恶心。我主要是我后面那几波有点智障，一直给他吹。转毒女推。